快来优酷 YouTube 频道看《你好呀，我的橘子恋人》吧，有英语、越南语、阿拉伯语、西班牙语、泰语字幕和配音版哦。点击右下角加入会员，和我一起追剧吧。我只是乘着孤独的翻山的网，我只是网中找寻的与你发光，慢慢向我走来。你的眼睛看着我，好像藏着繁星，童话的秘密，美梦的香气，我只想拥有你的呼吸。在你没出现之前，以为我的未来满是孤单，是你让我相信时光荏苒，爱永远灿烂。爱你满星空，让你降落怀中，给你我的梦，就和你在一起，和春天游戏，躲夏天的雨，我无法行动，就像是一场梦，我多么希望以后的每一天有你的笑脸，就请你陪在，请你陪在我的背包里。喂，汤同事。小鹿啊，你明天有没有时间带丽儿出去玩一下？她在国外待久了，对国内的环境都不熟悉了。我也不知道能带她去哪儿。小时候我爸妈常带我来这儿，我想过无数次，只要我的病好了，第一个来的地方就是这里。走，那我们去玩。那我明天带丽儿去游乐园吧。丽儿，妈，喝点牛奶。今天跟陆森聊的怎么样？明天去游乐园玩的衣服准备好了吗？什么游乐园？妈，您又跟陆森说什么了？你说你们小时候叫我学这学那的，现在我恋爱都要安排呀？妈妈也是为了你好。牛奶喝掉，赶紧睡觉。不行，得赶紧把这事处理好。不是我说，人家今天是陆森跟康小姐的约会，你跟着我干嘛呀？昨天要不是星期五测试的关键阶段，我也跟着你们。约好的考察内容，不能说话不算数。你们今天去哪儿啊？我怎么知道？师哥，你坐后面。
我需要星期五导航。我们去哪儿？游乐园。这家咖啡真的有那么好喝吗？哎呦，你相信我，善善不是还说了吗？糖糖是恋爱专家，很会算塔罗。你不是一直是个母胎 solo 吗？说的你好像不是什么。欢迎光临。哎，是你们二位科学家啊？今天怎么有空来我这儿啊？有事吗？啊，我们今天来是想咨询一些问题。好啊好啊，那你们随便坐吧。好。